是地方，今天我想要分享，这个是我本身是属于易胖体质的。其实在我青春期到我结婚以前，我的体重都是一直维持在58-60之间。你们大家可以注意到，我是一个很明显，在下半身肥胖的人。其实这个问题是每个女生都面对的，就是，所谓我们的梨形身材。其实我的下半身体重的问题，不只是我的肥胖问题而已，其实也让我的皮肤的肤质也不是很好。我最胖的时候，这个应该是65吧。这是我58公斤的时候，马歇罗斯摩克成功帮我减去了下半身肥胖的许多问题，然后我也可以重新的去像其他爱美的女生一样，就可以买更适合我们的贴身衣物，可能比如说 legging 或者是低腰牛仔裤。马歇罗斯摩卡成功帮助我减去了这个问题，这个就是我要分享的，谢谢。